嘉怡 Sophie 係啦，咁佢哋亦都佢哋準備嘅時間啦，不如你出嚟聽下先啦。好远啊，大家都会俾反应我。啊，阿梁。
翻翻去，帶大家翻翻去第一隻 EP 嘅 Like Again。
準。嚟多次。又搞笑。好，咁啊，除咗要聽一首英文歌咧，咁我自己都有寫喺 Quarter 入邊另外一首英文歌嘅。呢一首咧就因為我自己最熟悉嘅樂器咧係鋼琴。咁所以咧，我係會有冇transpose？咁我自己就中意用鋼琴寫歌啦。咁但係因為 Chord 呢隻調咧，我其實好想去實驗下唔同音樂類型去 merge 埋一齊嘅效果。咁所以我自己都編咗呢一首歌。其實原本有同佢玩嘅，爆咗啲衰嘢出。咁啊，呢首歌其實係都比較 moody 嘅。咁趁大家好開心，學下水講，就唱首好唔開心。叫做偏偏，其實咧我好
好佩服作詞的樂言啦，他將翩翩起舞的翩翩寫了下去這首歌，其實都是講緊人字邊的翩翩，即係我哋去行翩翩的路，我哋作為女生行翩翩的路，我哋都可以翩翩起舞，點解？希望你哋中意。
展覽啦，Lawrence Look 啦，展覽一個 AI 嘅實驗嘅